产生距离感。而且我甲姚亮是相亲结婚，伊当初哦，和前女友相较真当，才答应的情况。竟然阁有这款代志哦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进来啊 ，Michael。你们有几岁啊？同学，许美刚今天看到你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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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你拢无啥物变嘞？是咱拢结婚啊，你看起来状态真好，应该过来袂歹。无你即摆是拍算要跳楼，还是上吊自杀？既然家己才用爸爸给要跳落去，你说啥？沙家燕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做你两个开笑话啦！你爱我咩？得想办法伫咧婚内尽着该杀就搞。但是有一天，张家燕跟着我爱的代志变空，赵翔的个性是绝对无可能原谅你，你莫阁一错再错。有亮常常把心思唱在心肝内，这让阿妈某产生距离感。而且我甲有亮是相亲结婚，伊当初哦，和前女友相较真当，才答应的情况。竟然阁有这款代志哦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进来啊 ，Michael。你们有几岁啊？同学，许美刚今天看到你。咱两个结婚就这么久啊，现在用这种方式对您贡献嘛算是有诶。我已经是咧做妈妈的啦，行路行较慢啦，唔通无看路，停也袂当，哪行哪看手机啊，知无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